我咱股票咧装修即个阿伯两层楼，哦，即个天口咧，我拢是用阿龙面顶，啊，即毋是柴，哦，咱是用现代的方式啊去建，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那一个那个格局，哦，所以希望讲咱即款的阿哩款的天口咧，会使互咱新的年轻。一直在上升的会欢喜我啦，好，谢谢。拜年的庙游神，今年呢装修了，希望呢会更多人来参与这个庙游神。经过这个装修过后呢，这个咱的股票呢，会使讲土色土香，咱的各式呢也是根据咱地位这个股票的各式。所以希望呢，大家呢会使来参加咱今年的股票游神。天啊，挂了！